小星星听话，妈妈出远门了啊。妈妈出远门之前都会跟我说，她没跟我说就没出远门。妈妈有急事上新加坡了，去处理姥姥公司的事情。星星听话，你听话，姥姥就带你去新加坡找妈妈。要是不听话，姥姥就把你扔下来。姥姥骗人，我不去新加坡，妈妈肯定是偷偷回北京了。姥姥没骗你，妈妈真上新加坡去了。嗯，星星听话，明天还得上学呢啊、哦！听话。妈不回来，我就不上学了。听话，听话。听话。不是，我不是。星星听话，听话睡觉。我不是。姥姥真的很累了，你睡觉。我不是。听话，听话，小星星，睡觉，妈妈要打我了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要打我跟你分手了，你肯定就不会再缠着他了，然后若定就会回到我的身边，就会像以前那样爱我疼我。其实我错了，当我看到若定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，我一切都明白了。我看到了爱，我看到他对你的爱，我也知道你非常爱，我也知道你们非常痛苦，这些痛苦都是我给的。茉莉，别放走这个好男人，别像以前我那么傻。我真的想跟你说抱歉，我以前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。其实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所以我才把新宅托付给你。我也相信你会对他很好很好的。可是我真的有个请求，求你别告诉孩子，他的妈妈以前做过什么。别告诉孩子他妈妈是怎么走的。我不想让孩子有阴影，我真的希望他能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长大。我就这一个请求，要过生日了，我真不知道送你什么好。可能对于你来说，最好的礼物就是我的离开。
一生幸福。若丁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受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可以跟我聊聊。这次多亏有陈雪怡的那段视频，要不然你可能还不会这么早出来。对了，他除了留下那段视频之外，还在你邮箱里给你留了一封信。你去看看吧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原来你早就知道真相了。你干嘛要假装不知道呢？你要知道，这样会让我无地自容的。我是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茉莉。我是因为爱，越陷越深。我对你们做了很多事儿，结果让我走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。其实爱有很多种方式的，我现在只剩下一种方式。我希望能用这种方式来挽回你们的幸福生活。若婷，答应我好吗？和茉莉好好的生活。把星宅好好的抚养成人，好吗？还有，你一定要告诉星宅。